4月19日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偶遇易烊千玺和刘昊然在中戏拍摄的照片。照片中的易烊千玺身穿印花外套，背手站立，上演完美侧颜杀。刘昊然身穿黑色长外套，笑容温柔，暖坏人心。两人并排站立，画面十分养眼。其中李兰迪、张雪迎、胡先煦和赵佳明也有出镜，引网友直呼这真是神仙级的阵容啊，是神仙们的同框日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